恩典365，365天，天天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。这段时间我们在分享说，在巴拿巴这个圣经人物身上，我们学很多在职场上很了不起的道理。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对你周围的人有影响力的人呢？在巴拿巴身上有一个值得我们学的，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分享的一个功课，就是给。他是一个肯给的人。他为什么肯给？因为他活在上帝的爱里面。他不是活在过去的那个贫乏的印象里面，不是活在那个过去贫乏的那个记忆里面，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面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是过去当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活在很多的扭曲，很多的贫乏里面。但是一旦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不要让撒旦继续让我们活在那个过去的恐惧里面，说抓一点是一点吧，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没有了。不，我们有一个最富有的富爸爸，他是那一位创造天地的主，他爱我们，活在他的爱里面，肯给。给什么呢？在巴拿巴的身上，你看到前两天我们分到说，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一个分享的教会，是一个看到别人的需要就愿意拿出来，把自己所有的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。而在这些人当中，有一个就是巴拿巴。巴拿巴就是这样，他也把他的田产这些都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他是给的人。第一个想要跟你分享的，巴拿巴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是给什么呢？非常实际的，给钱。很多人说，哎呀，谈钱就俗气了。但是不谈钱，很多东西都是说说罢了。在圣经里面讲到说，我们相爱不能够只在言语跟舌头上，我好爱你，我好关心你，哇，我为你祷告，平平安的去吧。然后呢，他的问题呢，你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分担？有人找你说，我有一些需要，来，我为你祷告，迫切的为你祷告，祷告，大声的祷告，方言祷告，悟性祷告，祷告完说平平安的去吧，把他送走。然后他站在门口说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你就这样把我推出来哦？我们相爱不能够只在言语跟舌头上，我们的相爱要在诚实，我们的相爱要在具体的行动里面。圣经上有一句话真好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？你的钱在哪里？你的心就在哪里。求主帮助我们很真实的经验一件事情，分享出去。而你分享，你真的会经验，你用什么良器给出去，上帝就用加倍的祝福还给你。我自己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经验的。我刚刚进教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教会的经济情况不好，人数也不多，所以其实我们有好多年都在那个赤字，也就是说入不敷出。而过去我们有几年教会人数很多的时候，有一些过去的存粮，那其实后来我刚进教会那几年，我们都在用过去存下来的那种去补每一年的不足。但是我们华人讲坐吃山空嘛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那个压力很大，常常开长职会，大家都很担心怎么办呢？这个月又不够了，这个月啊怎么办？我也跟主说怎么办呢？我们也很努力啊，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啊。有一天我是学中文的，所以你知道我对数字是一塌糊涂，很糟糕，数学六分八分两分很烂的。但是做了牧师，你还是我们传道人不管钱，但是你要知道教会的财务状况嘛。那我就拿那个账本来看，就说，哎，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对外奉献，每一年都有一个对外奉献啊。但是呢，每一年的预算里面有这笔预算，到了决算的时候呢，都没有支出。为什么没有支出呢？因为不够嘛，我们自己都不够了，怎么还就奉献给别人呢？所以每年都那预算都挂在那里，结果都没有支出。可是那天在看完这个我们教会的账目之后，突然神就是把那段经文放在我的心中，说要给人才有给你的，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，就用什么良器量给我们。我发现那里面有一个次序，是要给人就有给你的，是先给出去，然后上帝给我，而不是上帝你给我，我解决我的问题之后，剩下来的我愿意给别人。不是你先给我，我再给出去，而是我给出去，你就给我。那是一个信心的功课。那一年，我们教会开始做了一个决定，虽然我们还不知道年终到底会赤字多少，在中间的时候，大概在七八月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原先预定好要对外奉献的那笔钱还增加了一点，就奉献给几个比我们更需要的
一些单位就奉献出去。其实呢还写一封信告诉他们说，我们自己也不够，但是我们凭信心看到你们的需要，跟你们一起分享。好有意思哦。我告诉你，从那年开始到现在，我进教会23年了。从那年大概我进教会大概是第三年还是第四年，20年来，从此我们再也没有不够过，再也没有，不管外面什么经济风暴啊，不管外面大环境如何，我们再也没有不够过。真的，神的话怎么说，事情就怎么成就。试试看，去经历神，给是一个信心，给是因为活在爱里，给是一个次序。你给出去，照着神给你的感动你去做，你看看上帝会不会加倍的回报你。Yeah.